我是杰西，谨虚谨慎，组织斗猛。一不留神，比赛已经接近尾声，我也是高手寂寞，轻轻松松斩获四杀，一个能打的也没遇到。此时对面的山头刚刚落了一个超级坑头，希望你们抗揍，正好让我练练狙。人还不少嘛，看样子里面最少两队，趁火打劫，我喜欢。击倒一个，趁你病要你命，绝不给你队友救援的机会。轮到你了，没中，拉伤上膛，再来一枪。运气不错，一枪打到了脚后跟上。看样子山顶那支小队已经被我们打残了，是时候发起冲锋，摘取胜利的果实了。没想到钢枪我竟然输了， M76 的近战腰射果然威力惊人，不过这并没有什么用，我的队友也不是吃素的。简单打扫一下战场，我们再次转移位置。不得不说一下沙漠地图，高低起伏多变的地形确实更加适合钢枪阴人。东北方向有车声，轻轻松松三杀到手，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，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淘汰王。此时还剩六名敌人，安全区已经不大，四周虽然看不到任何敌人，但是还会听到零星的枪声。215方向封烟了，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？运气不错，一枪撂倒。那边最少是这两人小队，160方向还有枪声。随着安全区的缩小，剩下的敌人终于按捺不住，纷纷暴露了位置。咦，怎么身后还有枪声？没想到这边还有一只独狼。哎，居然没死！前方有危险。不过你也是头甲稀碎了吧？毒圈马上就到，你也别过来了，自生自灭就很好。咦，120方向有枪声，二号被人盯上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少一个也不行。连躲藏的位置太过刁钻，我能做的也只有火力掩护，让二号快点转移位置。四号怎么也倒了？真当我是摆设吗？危险暂时解除，现在只剩两名敌人了，枪声就在三号那边。4v2，敌人是毫无胜算。咦，240方向发现敌人，可怜的三号就这样走了。不过你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，今天本想低调一点，做一名安静的美女子，没想到还是不行。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 Hello Kitty。 先救人吧，反正敌人的位置已经暴露了。可怜的二号，你是被炸晕了，方向错了，快点过来吧。不好，冲过来了，正面钢枪我怕过谁？Nice， 正所谓人美自有天帮，12杀的战绩登顶第一，喜欢的点个赞呗。我是杰西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，为了吃鸡我竭尽全力。